始又開始摘翻戒咯，又要開始翻呢一個少少戒口同埋食清啲嘅狀態啦。咁呢個其實我自己覺得個問題都不大啦，因為自己知自己事，即係呢排可能食得多咗零食啊，一啲加工嘅食品啊，啲肥嘢啊咁樣咧，就真係會令到個膽固醇都有啲增加。我而家都打算咧整一個身體健康抗疫聚餐嘅小食，就係麥皮。嗱，咁食一個麥皮咧，其實對我哋呢啲血管啊、膽固醇啊都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今日嘅早餐就將會麥皮啦。咁而講埋嗰個身體報告啦，第二樣嘢我幾估唔到嘅咧，就係啲我啲骨開始唔達標啦。佢咧就係正常啊，同埋健康嘅一個骨嘅狀態咧，其實就應該係綠色咁樣啦。咁而我嗰個級別咧就啱啱似一級就係黃色，咁最差就係紅色咁樣啦。咁我而家就係喺黃色嗰個狀態，我真係我其實我冇一個骨質疏鬆啊或者骨嘅問題會咁快出現喺我呢一個歲數，即係姐其實只不過係廿零歲咁樣啦。雖然叫廿零啦，但係都廿尾啦。咁我冇諗過嗰件事係來得咁快啊！建議都係話，其實盡可能就係除咗補鈣啦，食多啲維他命 C 啊，或者曬下太陽幫助吸收呢一啲陽光之外咧，其實最緊要咧都係做運動。其實再中觀翻我之前上一個嗰個膽固醇嘅問題咧，其實做運動都係可以改善。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咁聽完成個報告，俾到我最大嘅啟示就係嗱嗱聲要開始翻做運動。我都知道，如果我再唔做運動咧，我啲骨都會冧埋，咁到時就真係骨氣嘅啦。氣死我！一轉眼間咧，已經嚟到夜晚嘅時間啦。因為晏晝咧，我做完個節目之後咧，發覺成個人咧都好攰啊，同埋瞓得唔好，真係好大影響，有啲頭痛啦，然後就成個人咧都攤咗喺個梳化度，瞌下醒下，瞌下醒下，又撳下手機咁樣。咁啊，所以嚟到晚餐嘅時間咧，就一定要俾啲心機啊，因為今日好似冇乜做過啲好大嘅一啲工作咁樣。所以希望呢個晚餐咧係可以花多啲心機。嗱，我就發現咧，我個雪櫃仲有一啲冰鮮嘅雞扒。咁可能我今晚會煎一啲雞扒嚟食啦。好似好耐冇點樣正式食過肉啦，係咪啊？好似之前食嗰啲餐全部都好求其咁樣。咁我而家嘅諗法就係應該係煎個雞扒。咁因為我仲有兩個薯仔，咁所以可以整埋雪肉。哇！聽到都覺得好興奮啊！好似好有格調咁樣，即刻食呢一個雞扒。好啦，我而家醃一醃啲雞扒先。雞扒嚟講咧，其實我都係好隨心咁樣醃嘅啫，都係鹽啊、黑椒啊、啲肇慶酒啊、香草啊，咩都放啲落去。其實我都係生抽啊嗰啲咯，多數都係呢啲咁樣放曬落去咧。咁醃翻一陣，其實都已經好好味嘅啦。好，醃完個雞扒啦，而家就準備將呢一個薯仔扒皮切粒拎落去烚烚完，之後咧就攤住佢，之後再推啲牛油啊、牛奶啊嗰啲咧就變成薯仔。其實啱啱喺煲緊個薯仔嘅時候咧，我都有上網睇下，有啲乜嘢嘅 tips 係可以將一個薯仔咧更加好食嘅咧，係真係因為今日咧我嘅呢個生產力比較低啲，所以我今日將個 high side 放咗呢一餐晚餐嗰度呢一。例如咧，
就會係一啲非常之粉嘅一啲相啦。哇！但係呢一個其實係嘥力嘅，等我專心整好咗佢先。Oh my god！ 所以話咧，真係專心咁樣煮一餐飯係真係會唔同啲。我啱啱煮好咗嗰個薯蓉之後，我自己一試都發覺 ，what？ 真太好食啦！我真係跟足曬嗰個網上面教嘅所有啲步驟啦，加咗啲牛油啊、牛奶啊、嗰啲鹽啊同埋黑椒之後咧，嗰、那個薯蓉已經好食到一個地步。
商場傳播，何教授認為政府的防疫措施要更果斷和具前瞻性。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有潛伏期，目前觀察大約是一星期內，雖然不可以只是著眼於目前和過去的個案，亦都不要講一些說話去影響醫護和市民的情緒。何教授認為市民防疫意識其實不錯，所以暫時疫情在社區的初期傳播似乎有限。不過他認為政府需要全面封關，指現時半桶水式封關是違反常識。他強調現階段香港不是沒得救，因為仍然未去到大型爆發，呼籲要採取更果斷防疫措施。中食女，請問一個買口罩都要價低者得招標的政府，怎樣可以採取更果斷的防疫措施呢？ Again， 防疫和抗疫，香港人分不分到？香港政府分不分到呢？星期日晚九點至十一點，903國民教育。全港銷量第一的金像米啦！現在還有金像方便即食飯，加熱兩分鐘即刻開飯，多年至愛始終如一，金像米。即刻903新聞報導。現在由彭燕漢報導新聞。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作為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預料將會公布5日起要求所有由內地入境人士強制接受檢疫14日的實施細節。據了解，政府會要求他們申報在香港的住處，可以是酒店或者親友的居所，如果在香港沒有住處就會送到去檢疫中心。如果入境人士在香港是住在酒店，衛生署會通知酒店協助，衛生署亦都會致電接受檢疫的人檢查他們是否仍然留在住處，署方亦都會考慮突擊檢查，如果有人違反規定可以處以罰款以及監禁半年。政府早前表明新措施不會影響食物和日用品供應，相關行業來往兩地的人將會獲豁免檢疫。消息說紀律部隊會成立300人的義工隊協助檢疫工作，安排有待敲定。消防署說正計劃成立由5人組成的快速應變隊，定時巡視檢疫設施內的公共地方，一旦發生火警或者其他緊急事故可以採取即時應急行動，但不需要照顧接受檢疫的人。消息說威爾斯醫院一名42歲男子初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政府發言人回應社交傳媒流傳有政府部門強迫